大家好，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，欢迎您收看那么智慧微视频。那今天我们的谈判锦囊，我跟各位在谈谈判的队伍。谈判的队伍，我们我们想准备筹码，我都准备好了。我想队伍，那队伍上街头呃，上桌上去谈判的时候，我拉什么队伍上去上上去啊？首先呢，这整个结构呢，各位一定要知道，谈判桌上它是个金字塔。 它是金字塔，所以它必须有一个人做头，也就是说呢，在有人讲老师，我们我们谈判的时候，我们领导不见得在谈判桌上啊，不是，我们不是讲你真的领导，我们说在桌上的领导，桌上总要有人做头嘛，有人做决策嘛，对不对？做做有人讲话嘛，讲话的人。 可能桌上可能就是做决策的人啊，在桌上。但有人如果真的玩的，呃，很很厉害，就是我是真的做决策的。可是我我让隔壁人讲，呃，也有可能，可是人家还是会盯着了盯着我来问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一般来讲呢，比如我讲话，我是第一个，我就做投嘛。可是金字塔我做决定，可是我讲话做决定的人，我不见得有时间思考，我也没时间去看这么多谈判场上的一些变化。 所以在一般来讲，大型的谈判、精致的谈判，我们桌上会有一个观察者，他负责打暗号给我。比如说有个观察者，观察者就看，哎，对方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一阵骚动啊，这个人谁啊？我们研究一下。哎，我们总公司来了一个指令，新的谈判指令，我们重新设计一、啊、下谈判战术。哎，对方早上立场跟下午立场怎么差这么多啊？我们研究一下。哎，我们队伍里面有人老放炮啊，要不要教训一下？ 当他发现情势不对的时候呢，他必须打个 pass 给我，我是主谈嘛。可是他不见得坐在我旁边，他也不见得希望人家知道他是一个呃观察者。所以国际上重要的谈判呢，他的桌上呢，他都都有暗号的，他们这上有暗号的。比如说暗号，当然不是传纸条了，一传知道哪边传过去的嘛，对不对？但也不是呃摸摸鼻子啦，摸摸头发啦，那摸掉了，人家紧张的时候摸掉都没看到，对不对？ 但也不是、嗯嗯嗯，那个叫明号，那不叫暗号。暗号呢？比如说，我今天带个笔记本上桌，我发现情势不对了，啪撕掉一张，折起来放口袋里。撕掉有声音，折起来有动作。主弹者一听一瞄，过一阵子叫停。你还不能马上叫停，马上叫停又穿帮了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人是这样一排人嘛？啊，他是安排人伸懒腰，你知道吧？伸懒腰，懒腰伸，那我是主弹嘛？我一看懒腰伸出来。 然后过一阵子叫停，叫停以后出来，我就说：那你叫停，你看到什么？好，我看到什么什么？那你们是我的，你们是我的队友嘛？你们做讨论，我是领导，我做决策。等我做了决定进去，你你们不要一脸不爽的样子，责任我担。那么谈判的 team 他的队伍是这样组成的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谈判前一定要练呢、啊？那我教你这两招，我在每个地方讲课都讲的两招，所以你不要真的用这个做暗号嘛，你就设计你的暗号嘛。 你设计你的暗号，你来看看他怎么看，怎么观察。所以这个队伍不能常常换的，他有一个默契有这样的默契组成的队伍出来，然后我们出来来谈判，这样才能够掌握嘛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怎么去组,组成的队伍？我们下次我们接着再讲。